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汪。欢迎来到小茶玩具屋。大家看琪琪的造型是不是很神奇呀、啊？因为我们今天要玩的就是皇冠美食挑战。对，琪琪戴着这样一个皇冠，它的上面呢有很多很多小叉子，叉子上已经摆满了食物哦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开关，开关一开开，音乐就会响起来，我们的皇冠就会转起来。琪琪要在音乐停止之前，尽可能多的去吃掉食物哦。然后这里呢有两种模式，一种是长一点的音乐，1分钟，一种是短一点的音乐，30秒。对，我们要进行两轮的比拼，先来试一下长一点的吧，这样难度就会低一点。对，每吃到一个食物就得1分哦。好啊，那你先开始。我先开。来，那我们先来一个难度较低的模式，开始喽！这罐吃到了吧？吃到了。琪琪快要飞起来，不能用手的腰，不能用手。看我们琪琪表演张嘴玩，张嘴舞，摇头舞。哎呦，没啦，就吃到一个，挑战结束。不错，我觉得已经吃到一个也很厉害。那接下来跟小窝挑战喽！挑战喽！刚才呢，我是只得到了1分，那现在看看小窝可以吃到几个？哦，好害怕！开始喽！嘿呀，小窝已经张开了！啊！这个怎么反过来了？啊？怎么回事？我来帮你调一下。我发现其实真正考验的是你的脖子，很锻炼脖子，脖子越灵活越厉害。对，经常这样锻炼一下，你的脖子就不会疼了。那我们开始第二轮比赛了，就是短的音乐，只有30秒，开始了。这么厉害的人都没有吃到一个，那我待会儿要怎么办？我们寄希望于小窝了。我要第二轮挑战喽！预备，开始，开始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大的哦。过来，这个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知道刚才发生了一个意外，这个皇冠呢，它其实很稳固的，可能我这个头型有点奇怪，戴不住这个帽子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已经忍不住要去吃饭了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小柴知识点之圣爱德华皇冠是英国王室的皇冠之一。
只有在新君主加冕时使用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53年加冕时就戴着这顶皇冠，皇冠用金子制成，并镶嵌了444颗珍贵宝石，重量达2.23千克。连女王在接受采访时都吐槽皇冠太重，不能低头，要不然脖子就会断掉。